各位同心，阮即摆开始上课，请各位同心起立。行嘞，大家请坐。那我继续来讲这个日本时代的这个代志哈。这是另外一根藤椒，当时都有法都起个七岁，你来算差不多。1895到到即阵是100多年嘛，哦，18951895过5年嘛，哦，5年就是1900嘛，啊，佫加一个113年嘛，所以118年前哦，日本人哦。哦，都1807年 ，OK， 哦，日本人都在台湾享受到蔗糖业，台湾因为气候真好，会用种甘蔗，所以迄个日本的三大财阀哦，哦，资金更加雄厚，哦，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哦，发展关系企业，所以。一些就生意做大个，再来做土地开发、水利灌溉、铁路运输、海上运输、酒精制造、纸浆制造、食品加工、制盐、乳业、化工，啊、哦，所以扩大以独占的经济范围，终于达成更广泛的企业垄断。所以讲，日本公司在台湾哦，发生了企业垄断，哦，这款代志。日本统治台湾51年间吼，在总督强权的统治下，啊，跟日本哦大资金的之下吼，台湾糖业变成日本资本倾注开发的首要对象，所以蔗糖业都蓬勃发展，因为日本人知讲这个是利益的所在，啊，咱1939年。1939年到1945年哦，有6年前，就是日本导航前6年哦，有一个统计数字，这座面积种甘蔗的面积16万家，哦，占迄个征地总面积的19%，哦，蔗农14万户哦，占农计30%。等于台湾总户口15%，哦，新的一个蔗糖厂拢总49座，哦，制糖量达140万公吨，等于日本占领台湾当初生产量的50倍，这种更加50倍了，哦，这个数字哦，你爱知啊，哦，产糖的总值1亿9000万颗。占工业生产的48%，所以台湾糖业哦是寡好报的，哦，啊，咱来知影讲台湾有这款天赋，哦，啊，即摆台糖咧行的路，咱以后知影讲爱安怎来个处理，哦，砂糖输出2亿颗啦，吼，降。总数字43%，糖的输出占所有出口的43%，你看有惊人无？哦，台湾糖业一枝独秀，哦，啊，授权三井物产跟横滨真田会社垄断台糖的输出跟贸易，哦，啊，资本成为台糖的生产主体。垄断整个台湾产业，因此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作者哈，伊讲台湾糖业帝国主义，这是一个日本人写一本书啊哈，啊，在世界各殖民地哦受侵略程度，无参就台湾这款有系统而且很彻底的执行了哦，即个法国人占越南哦。英国人占这个布马，
缅甸哈，啊，美国人就去占着这个菲律宾，哈，荷兰人占印尼，因拢无安尼实行，哦，啊，干那台日本人占台湾，哇，有计划有制度，要安怎赚大钱？哦，利用台湾的天然上天给的财富，哈，给的这个。啊，这个台湾农业发达哦，有这水利弊端的管理哦。伊迄阵大家讲工业日本，农业台湾，工业日本，农业台湾哦。诶，基本政策，甲台湾变作生产日本所属农业的殖民地哦。啊，通过单一农业。糖跟蜜两行来完成，啊，农业发展上制定有关农业法规，设置研究机关，啊，开发水利，改良土地，改进甘蔗苗种，培植蓬莱米，哇，真侪行来进行了哈，啊，我配水水利哈来控制台湾农业生产。农业产品的加工价，吼，掩护日本制糖回家，以及就水利之门，啊，加以控制。啊，台湾总督府嘛配合，甲官有诶逼川，公共逼川吼，水利组合，吼，外逼川等吼，各种台湾的灌溉设备，不论是以前所做的还是日本建的，拢。给纳入关系的一个弊端哦，爱注意。1908年到1925年，18年间，日本投资2000万哦，来建立弊端哦，啊，建立上大亚洲上大的加兰大圳哦。1919年起工，1930年完工，啊，同段。大圳哦，是1924年到个1930年完工哦。啊，生产米哦，所支出的资金哦，4000万块哦，绝大部分是投资于灌溉设施跟修筑工事哦。第一，这个满清统治台湾的时阵哦，咱到北部哦有6公圳。六公圳是为新店，甲新店溪的水哦，经过景美桥，经过景美啦吼，景美啊景美有一条溪叫做景美溪嘛吼，啊不你这个圳水要安怎去过这个溪水？哦，你会去让溪水做规个拢加去嘛？哦，所以伊就做一条吼，这个圳水哦吼，沿过迄个。迄、那个木造的吼，木造的这桥梁，好最给了俩。但是你好最给吼，当时你好最给啊，但是嘛真侪人专都行这个，行这最高的路，你都免弯路的下卡啊，那个白的吼，就是你直接行这最高吼，房啊嘛吼，啊就安尼给，我免就该行派去，你不能。用过一个方法，这个圳高哦，要经过景美溪的时候哦，用过 V 字形的 ，V 字形哦，啊你要行中啊，你都爱沉落去嘞吼，啊所以哦，大家都无行这個，所以都爱行本来你要经过景美溪的方法哦，这个六公圳哦，是一个叫做郭喜柳啦吼，设立的。啊，六公圳了后，咱这个台湾也够落水溪哦，在里水迄个所在，甲落水溪哦分开两个系统，一个系统就是哦，一个落水溪的系统，啊，一个系统就是灌溉用的系统，哦，啊，在高雄哦，凤山一带哦，嘛有一个
一个水利措施，哦，这是晚清的时候喏，咱苏联的名义，哦，个苏联的钱起的这个圳沟，哦，啊，这个日本政府嘛注意到吼，这个公共逼川，吼，在1901年，好公布公共逼川规则。和即个组织变作法人，你变作法人，对会使为银行长期的贷款的资格，哦，土地典当，哦，所有者佃农，哦，逼川所有者明文规定哦，组织的管理关系加管理的办法，哦，我公权日入介入逼川的人事经费增设或改费事项。所以台湾的迄个逼川组合陆续成立，哦，其中所年龄增加，这就是咱哦无法度读书哦，看到即个资料，哦，在学校的课本哦，啊，绝对无甲你写即个，哦。1923年，水利组合，哦，取代公共逼川组合。啊，甲官设的逼川，哦，成为水利支配的第三形态，哦，啊，这个组合长的职务哦，选举制度改做哦，总督府直接任命，哦，啊，甲这个重新加上以上土地生产物为原料的制造业者。好，管理人加入水利组合的资格，哦，这是打开日本大企业这层海峡支配水利的途径，哦，所以这个监管下人提到要他就安排一些对于有利的事情，林丁外逼川，哦，水利组织哈，第四种的组合叫做认定外逼川，哦，这边是该纳入管理了哈。啊，倒不为乌溪边啊的个引水道哈，这大概这是水源为这边来，啊，老点来，啊，该变做两条，圳沟，嗯。圳沟啊，对，啊，圳沟啊，对，哦，是，这个桥对，就叫做圳沟，啊，你讲个真好哈，啊，嗯，对。台湾总督府透过支配水利的方法，掌管着台湾农业生产，结果耕地面积增加，耕地总面积由400,000亩变作880,000亩。你还知影哦？这个1683年，西隆来占台湾，占着台湾了后。一个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，哦，已经开发的土地有，十万吼，啊，个一介西农哦，个7,500亩地个给咧落地啊，哦，啊，但是清朝的皇帝吼，伊讲哦。外地台湾，啊，当时台湾是一个宝岛，啊，你来外地，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康熙皇帝吼讲哦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台湾是配他的大，吼，哦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得到啊，我也无经过去增加我财富什么，啊，我外地。嘛，无损失，我虾米物件，所以
满清是不爱来占台湾，但是西隆想一个方法，和这个康熙皇帝哦改变想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伊讲哦，要派去台湾的兵、甲官，三年一任。皇帝听了，也袂歹，因为这個土地呐变成私有了后这个东堆吼，伊清朝的官员哦，有当报，阿都会当咪台湾生根，吼。阿个第二点，袂使娶查某来台湾。你在中国有娶某的，某甲囝拢囥在中国，吼。阿你爱三年一任到期就回去中国，何里当咪就台湾袂生根呐，吼。啊，所以哎呀，过一点。这个皇帝听了也爽快啊！啊，那皇帝康熙皇帝那讲台湾配他的大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好、哦，那原因就是，这个1644年，满洲人经过长城来占领北京，1644年。现在北京的时候，这个当时有一个人口统计，满洲人的人口是60万人，连小朋友、查某拢算在内，60万。敢那这个当时国民党政府要来占台湾，迄阵真流行一句话，叫做“60万大军”。好、哦，你拢不听个60万大军，啊，那六十万都是碰风的数字啦。好、哦，啊，碰风下面，就是一百无到60万，唔得讲60万。好、哦，这里、個、的大家拢知呀。啊，当时你本来是赶快安尼吼，这个因为这土地取得吼。所以耕地面积40万家，并且88万家。所以这个康熙皇帝哦，伊占领了中国了后，啊，都规片土地拢，阮无到10%的人去管理汉人哦，给阮100倍的人口哦，阮怀疑都怀疑起哦，那就过占台湾。康熙皇帝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西隆讲，我要会当包的迄个土地吼，那些讲变做无去，所以这个有冲突的吼。水利灌溉面积，伊这个水利吼灌溉面积有63%，吼，都是54万家，等于水田的88%。啊，原地水田化，下面就是原地水田化。你有水来搞的，会使种稻啊，水稻。啊，无水白起来吼，就是原地横啦吼。啊，要安怎把横的土地水田化？就是讲要安怎让这个本来干那无水来压的迄个土地吼，要变做水田，会用种稻啊。所以这个原地的水田化了，有17万家的土地变成34万家，增加第二期稻作田，所以讲你一边的修行，两边的修行哦，这二期稻作水稻，稻作黄来米产量大增，下面叫做黄来米，咱这阵有这宰来米，去日本人来台湾了研究发展，做出这个黄来米，日本产米哦，供不应求哦，米价起价，日本变做米的输入国，所以人提出哦，工业日本，农业台湾的论调。
台湾总督府啊，为这个方向来推行。日本人基永吉哈，我们台湾币跟日本币重复交配，历经12年的努力，在1922年宣告新品种的出现。这种哦，这种出来的米叫做红来币。所以红来币是日本人在研究发展了后，哦，去发展出来的米。我伫十年前哦，经过日本，啊，食着日本的米，哎，我那家好食，我米有够好食，哦，就是日本撤退了后，日本的种稻的技术嘛是在前进，哦，啊，台湾原地踏步，红来米都食好啊，你要给我创啥？哦，所以台湾无够前进。红来米更可口啊，哦！消费者啊拢爱食红来米啊，哦！啊，本来再来米啊，加收成20%，价效果增加5到10%啊，哦！所以哦，所以要佮加上总督府哦，建设水利工程啊，哦，来增加灌溉面积哦。农事试验场哦，改良品种，实行米谷检查，改进肥料，设立农业仓库来改进疏通，驱逐害虫，哦，推进二期稻作，哦，等等。对讲，咱台湾有法度修行两遍，哦，不是讲天上掉下来的，哦，本来有天上掉下来，啊，但是。经过这努力，吼，哦，这个增加产量，吼，啊，这个基永吉啊，这是日本人，发展这个红来币，吼，的人，吼，所以红来币转台湾，吼，拢去种，啊，产量大增，啊，但是其中的大部分是运去日本，啊，台湾农业政策对为一。1990年制定发展糖业中心，哦，啊，增加稻作农业奖励政策。红来米要未出现的时阵哦，在1910年，台湾产米无到500万斤，到啊1920年，哦，这个稻米生产量突飞猛进，哦，最高的时阵达1000万斤了，哈，哦。就是500万斤变成 double 相倍，哦，几千万斤，哦，同样的土地增长1倍，输出量为20%，现在100万斤增加到520万斤，哦，占总米产量的53%。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这个咱台湾哦，粮食无够。日本人哦，伊要讨一个资源，就是伊个兵啊，爱有米通食哦。啊，当时台湾的真侪土地都互扣了，日本政府安尼，甲你用个钱，甲你买米吼，哦，啊米买米买了，拢送去倒咧，送去港口。啊，港口是要创啥？要单船哦，要去运输去咱。这个中南半岛吼，什么越南啦吼，菲律宾啦吼，缅甸啦，这挂土地吼，但是一出门，准一出门，都被美军弄沉咯。啊，所以哦，啊，但是征收的代志还阁继续进行，所以台湾的仓库吼，港口的仓库，哦，米一大堆，糖啊一大堆，国民党看到这挂吼，吓爆掉。啊，无记录，较紧嘞！甲这个糖啊、米啊吼，销去上海，赚大钱。哦，啊，佮刷落无钱了吼，甲你印刷钞票，哦，我的钞票吼贬值。哦，这个咱来知影。1910年代。台湾砂糖，吼，
转化成为米。哦，一九一零年的迄、那个，本来砂糖是占头一位，哦，啊，跟米糖两大农产品哦，相对也有日本四大商社哦，垄断台湾的米谷输出哦，占据了台湾输出量的90%。51年来，日本人对台湾的建设，哦，为1895年，哦，这是日本占台湾的开始。到个1919年，22年间，日本对台湾的建设做一个比较。然后，日本占台湾的时候，咱台湾人250万，增加。到个1917年，360多万，增加人口42.7%。其中日本人有14万人哈，土地1905年咱调查起来，迄个时候台湾的土地64万家，哦，到个1917年增加74万家，增加15.6%。所以日本来管台湾了后，土地也增加，吼，哦，啊，人口也增加，吼，哦，铁路纵贯专线完成，纵贯国铁路就是为国人开到这个高雄，吼，哦，一带，吼，哦，这个叫做纵贯，吼，哦，这个，完成，吼，哦，为国人新的100公里增加到600多公里，啊，国人高雄第一期的驻港完成，在1908年，米1917年产量超过500万石，哦，变成75万石，糖十五万架，哦，增加10倍，甘蔗收获70亿斤，哦，产糖5亿7000万。所以台湾的这个制度啊，吼，每人拢变有钱的，哦，所以咱有一句古早话讲：“台湾钱银卡白。”在日本时哦，日本时代，咱台湾的国民的收入是在亚洲遐尼侪国内底仅次于日本，所以台湾人的生活水准在日本时代吼，咱就真悬啦。日本的企业，吼，哦，诶，那个伊的金额增加120倍啊，吼，哦。总督财政、总督府内底吼，诶，财政税入，1917年6500万元，哦，是1904年增加6倍，哦，啊，税出是4600万元，增加45倍。这就是东西归人讲，吼，哦，日本人的设计图，吼，哦，西龙港区，吼，哦，这个归人讲，这个荷兰人的时代的时候，西班牙人不来占，哦，占这归人讲，哦，但是西班牙人是为菲律宾来的，但是占17年了后转回去，叫荷兰人关照，这几间处理知影啦吼。到即阵一个地，这台湾总督府啦，啊，即嘛叫做总统府。第运输，吼，哦，交通方面，铁路营业线吼，哦，901公里。窄小的民营铁路营业线哦，为674公里，哦，2352公里，主要港口有高雄跟桂林，哦，负荷能力为10000吨级以下的船舶59艘，就是讲这个港口会使停哦10000吨以下的船哦59台。标准负荷能力是，欸，621万吨，吼，哦。
啊，机场台北、宜兰也有飞机场哦。吼，台中、台南、台南有两个，台东、淡水、马京、马公吼，咱台湾人是叫马京。啊，迄、那个京的笑话就是讲宫廷的宫啦。哦，因为遐一个庙叫做马京。阿妈经到国民党来就改做马公，哦，这个广播电台有六个，邮局224,224，邮局啊，电信局194个，哦，电话25,006，200,006。电话东西吼，你也知我东西就有哪有出哪一支电话吼，不得了。吼，即马是不是每人有一支手机吼？甲当然袂使比的啦吼。但是经过百多年吼，咱的迄、那个电话，电话即、這个有真普遍。啊，参照我吼，伫卡拍美国的电话吼，安怎卡？我拢经过电脑卡，我个 Skype 拍吼免钱，吼啊我个啊不止免钱，我吼迄个卡咪来翕我的相吼，啊看我的讲话，对方也看得到，啊我嘛会使看到对方，吼而且拢免开钱，所以你知影即马咱伫电视内底真侪广告，就是讲一个你若打。什么九号啊，还是几号的电话哦？哦，你已经享受到很优惠的价格了啊！所以我根本就免开钱嘛。哦，你怎样讲？那要拍海外的电话哦，计是拢我以前在读书时代哦，0021、002都是国际电话哦。啊，一美国。啊，在地区号码啊，在去在日本，比如说美国，比如说213代表是是洛杉矶哈啊213啊，耍了那个派7码啊8码哦，阿来去都免钱啊，基本上这免钱，所以你连看免钱啊，你叫你来看九号了，下面几号增加负担嘛，所以。电信局的计划下降，自来水，吼，台湾设立自来水厂，用户156万，水力发电厂26个，火力发电厂9个，工业全年生产金额超过农业生产，本来伊是讲工业的日本。农业台湾，哦，但是结果工业日本这是在进行，农业台湾也在进行，但是农业台湾变做哦超过工业，哦，哇，工业哦台湾哦，台湾的工业超过本来预计，所以咱的台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咱去哄骗钱骗了一大堆，哦。40,000+，台湾都散去了嘛。看你有偌济亿个财产，啊，我40,000+，甲你换起来，啊，你都穷光蛋。啊，伊个是财产拢变做别人个呀，哦。所以，即、這个咱来知讲，迄个时阵台湾是真好个啊，哦。1899年，纵贯铁路开始，哦，开始做。土地调查，基隆竹港，吼、哦，建设总督府啦，吼、哦，办公厅，对，今仔日的这个总统府开在格兰大道一间总统府，哈、哦。1904年，三个去改正公债法，吼、哦，整理大租权。啊，1908年，日本人。竹高雄港建设
台东铁路三大事业。啊，这纵贯线哦，诶，铁路哦，咱是为1899年开始起，到1908年完成。1922年，十个西部海岸线转型全线通车。你知影咱头一抓铁路是为台北去过人，这是全全国头一条的铁路。啊，那来台湾去，那不爱去去北京，要去南京，啊，来去来台湾，这什么原因？即吼、哦，中国人唔是戆戆啦，伊头一项哦，伊讲啊爱去铁路，所以去铁路，上海甲南京之间哦，即个交通真重要，所以起一条铁路去，起会好。啊，火车在顶头行哦，砰嚓砰嚓，咔嚓咔嚓，啊都弄个真大声。啊，中国人讲啊，安尼歹，即吼铁路为阮兜也低吼。甲阮祖先呢，伊困咧土脚好势好势，拢该卧起来，所以坚决不爱去，该拆掉。啊，完全政府讲好，你若拆啊，都拆，啊就拆，啊再来台湾起，为台北去过人这条铁路。好、哦，这个，大家小可知影。完全政府唔是要甲你建设，是讲无法度来甲你试看民意看卖。同时哦，这湖北的这铁桥哦，大安区的铁桥哦，这是较后边的翕的哦。你有参观这款哦？这都是日本时代起的哦。顶头这块铁啊，可能以后再个改良的哦。啊，你知影？台湾的这溪吼是安怎行吼？这头一条淡水河，吼，这吼中港溪啦吼，后龙溪啦吼，台安溪啦，台甲溪啦吼，真侪溪名吼，咱拢无读到，吼，这应该吼拢爱会向背得到啦。那是咱台湾人的土地，吼、哦！啊，这边碧南溪啦，秀姑峦溪，吼、哦，秀姑峦溪哦，在荷兰人的时代吼、哦，讲秀姑峦溪哦，那迄落大水过了哦，啊，你去溪沙埔会捡到金嘛？啊，金嘛，就是讲在山区内底有出产金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荷兰人专派兵在秀姑峦溪下驻扎，啊，经过一年的迄个捡金哦，感觉安尼无利益，利益，你爱摕来分迄、那个，你一寡收兵哦，兵下来哦，会薪水的，生意袂好，所以你荷兰人在那撤退转去吼，到我今日秀姑峦溪。也无，我也阁无看到讲遐内底咧出山金嘛，但是都是某一条山有出山金嘛。敢那台湾的金沙河是多一条咧，桂林河。第1890年代，这个发现了，你要做吼，要做这个，要做铁路吼，铁路经过。七度，经过七度的时候，我挖地基，挖到金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迄阵的金啊，发现到有金啊，大家吼、哦、抢来来挖金啊！吼、哦，所以以后成立吼、哦，即抓那行那位七度那行那颠倒，吼、哦，要就才发现到这个金不贵少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三金。哦，安尼，咱今仔日的时间也够啊！吼，啊，感谢各位。
各位好，请起立。